家长工作繁忙，缺乏对孩子的陪伴和教育。 AI 智能教学机器人，双系统大流量，使您工作再忙它也能帮您陪伴孩子的学习玩耍。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宝贝，各个年级课程教材都有。理解作者通过对北方雪景的描绘所迸发出的对祖国壮丽河山的热爱之情。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这节课讲一次函数的概念。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的学习目标。 AR 课本、 AR 绘本涵盖26个出版社、9门功课，从幼儿到高中的课程，想学哪里学哪里。给我唱个歌跳个舞呗。各路青山外，下一句是什么？下一句是晴空碧水前。好了 OK 视频通话。